今天我有几个同学和朋友要带着家属来我家院子玩，总共有10家，得有30多个人。我准备了点水果。你刚准备这个水果，你没有菜怎么招待人家？没有外人，他们说了不用我管，自己带着菜来。我今天只出锅就行。哦，这么快？你别出院了，抓紧忙活吧。啊。这个小宝贝儿。Hello， 宝宝。认识阿姨吧。Hello。阿姨。认识啊。资料猴啊。带资料猴来的。资料猴。你看吧，第一个菜来了。又来一位。今天的院子车。直接往里开。哎呀哎呀。来，我还拿东西。是啊，你们来拿东西干什么？都来了。Hello Hello。哎，我发现今天来的都好早呀。对。提前通知了，说早来帮忙的。啊，这么好啊。对。然后女士领着孩子看孩子，那我们家男士你看表现吧。Hello， 张哥。Hello。来，龙虾来了，35斤龙虾，今天是一斤，今天一人平均得一斤，对吧？倒两盆哈。得两盆。冲吧。你走。来。院子车马上停不下了，再来的得停外面了。你看吧，他们把羊都准备好了，洋葱来了，看到了，烤全羊。他整凳子羊来了吧？对，但能给人咬，不然敲碎费事了。我勒个去哟！不炖吗？那个吗？这个锅放不下。在前面是吧？好，来了。哦，今天可热闹了。过去了，三五斤了。今天锅不够用了，外边两个锅，一大一小，不够用。屋里还有2锅，不行得开几个。开这锅吧。好。好吧。那你开吧。新锅还没开。头一回用。对。我看看冲干净了。洗完了。哎呀，看看吧，啥味儿？这鱼油水炖。我的。你这。干嘛？这个是刚哥的发小，也是个爱做饭的好男人。你动不动看不怕晒吧？你说。没事，他们比我白，晒晒没关系。哦，这是华东的，到了，刚哥，给你下吧。你看媳妇在看孩子。对对，认识刚哥的和刚哥认识的都是好男人。我第一次用菜籽油炸这个龙虾，我都用花生油。他们说菜籽油炸的香。本来应该出虾线的，还没出虾线。啊？他说能吃。没出虾线能吃就能吃。没发现也不出呀？对。你要挨个抽3、6斤，得抽一上午。我本来叫了这么多人是来抽下线的，对吧？谁叫的？这个是。哎呀，谁叫的？谁叫的？这里面什么呀？水。你要不干活，你把围裙脱下来，他穿上。不用，来，不用，穿上的话就是光用。我老板还有，我得赚点酒来，烫。都是标准好男人呀，你看这还有眼镜罩嘞。来，刚哥。哟，这么多蒜吗？又冒烟了，回来。哎呀，等量才有人。对，先抹油了。张哥，别骂了。外面哪个小朋友怎么了？躺地下了。以前躺地下都拉起来，现在躺地下都拿手机拍。刚哥拿手菜，吃点东西回家。早好久没吃饭，等着的。昨天晚上就没吃啊。啊，吃完没吃？这都下锅了吗？够了。那刚哥开始了啊。这锅是四川味的，麻辣的。我做一锅山东味的。操你妈！我怎么这么大？你刚吃酒怎么够喝的？你来了吗？今天阿敏是最开心的，因为他拿了个手机指挥了一帮男士的干活。这次炒的是茄子锅，下来喝这个，开车要喝这个，对，啊，那没有酒精是吧？然后我也掌握不好，好吃吧？特别好，太好吃了，香，多吃点啊！你们吃饭忘了翻刀了，今天辛苦了，来，客气了，来，干杯，干杯。